那我们先还没有拿抽奖券进去之前，我们先去老板那个地方，村长老板那里去找一下他的女儿，然后他女儿应该是在这个方向，去找一下他女儿。然后我们等一下，我要骑着我的马，我都忘记我的马儿了。马儿是不是乱跑？等一下，我记得我的马停在这里啊。诶，嘿，哦，你跑到后面了，吓我一大跳！不要乱跑，过来。所以马骑着我们的乌渠，我甚至不知道我们念对你的名字，但是姑且这么叫你好了。我们骑着我们的乌渠，骑着我们的乌渠到老板那个地方，不对，村长那里。他讲，我实在不是很会骑马哎，我觉得马控制起来怪怪的，因为他可以跑两格，是这里是吗？跑一格不是跑两格，他会自己跑上阶梯啊，然后一格的那种阶梯。我可以进去吗？我身上应该没有食物。好，我们进去里面找村长孙女。村长孙女呢？他会想，咦，你不是想要吃那个吗？哦，我是不是身上没有带？那我带了靠近你呢？你有想要吃吗？啊，给你了！哇，蛋糕我可带来了，别把书给弄脏喽。你要给我什么东西吗？知道了，快给我，我要吃。忙，我也想吃，我肚子剩下一半了，不是什么肚子剩下一半了，是肚子饿到剩下一半的饥饿度了，真是任性。有钱就是任性，不能白收你的蛋糕，这样抽奖券给你。好欸，我这样就有两张抽奖券了，成就机智的牧羊人。当，我们可以带一些肉干出去哦。虽然这些肉干我不能够吃，但是我们要把它带出去。我猜等一下应该会被赶出去，对吧？对，果然被赶出来了。等一下，被赶出来之后，方向感都变了。我们先进去找一下抽奖商。我们已经有两张抽奖券了，这总该给我抽到好点东西了吧？好的。而且这里的东西快被我抽完了，剩下三个箱子。哎，所以我还蛮厉害的嘛。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哪里啊？我猜还有另外一个应该是进阶的装备是吗？不对，装备我们有两次了，然后炼金术有两次，进阶的老鼠，对啦，进阶的老鼠，我猜另外一个应该是进阶的蛋糕店。好，出现了，来看一下哦。啊，拿到鞋子，我们快有一套装备嘞，鞋子穿在脚上，而且移动速度越来越快嘞。另外一个抽奖券在这里哦。剩下最后一个，好想把它收集完哦。我不知道爆门怎么想哎，可是不知道会不会有爆，觉得我在拖时间。但是感觉收集到全部挺有 feel 的，不是吗？我来看一下哦，我猜是左边这个，爆门猜是哪一个？哈哈，我拿到了时钟，就这样。哎呦，感觉最大奖没有拿到哎。不过这个怀表可以做什么啊？我猜应该有村民是想要拿怀表，可是我不知道。那个村民在哪里？好的，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哦。我肚子真的是饿到不行，然后我移动速度快到不想骑马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样子马移动速度会加成吗？好像不会哈。不过它至少不会减少饥饿度啦。所以我们暂时骑个马。哦，移动速度好快哦！忙，我快吃完嘞，剩下最后一个烘焙师傅。哎呦，好啦，好的，没有问题。这个是最后一个，对不对？这是最后一张抽奖券在的地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既然我现在移动速度这么快，等等，他会，他会从有些蛋糕已经快要被吃掉的状况下开始，所以这个是我上次的，等一下，这也太难了吧？他不会重置哦。然后有爸爸跟我讲说可以按住右键，而且好快哦。等一下，这个太快了，一次就两只，不行，右边还有一只在吃我蛋糕，哎呦，不要再吃了，压下去。有爸爸跟我讲说，按住右键它就会自己跑，但是我还是比较习惯用连点的，踩一下，啊不，摇摆，总感觉我左边跟右边都会被吃掉啊，哎呦。我右边剩下一格，那是一格还是两格？一两格左右了。糟糕！我想拿到最后一个蛋糕拿到最后一个抽奖券。不过这个抽奖券好难哦。如果我这次失败啊，他会从头吗？就是蛋糕说我重置，还是就完全失败了？我们用原本只有上次玩的血量在玩
再玩第二次更困难的。还有还有，幸好拿到这个鞋子成功了。哇，真的是太甜蜜了，蛋糕都安然无恙。这个甜蜜的蟹饼就收下吧，获得了抽奖券，这个就是最后一个抽奖券了。好哎、欸，那在离开之前我再吃一点东西好了。蛋糕店的蛋糕真的都要被我吃光光嘞、欸。我们去抽奖箱那个地方把最后一个抽奖券也用掉吧。那我们骑着我的可爱的马过去哦，这只马真的是超霸道，走超级快。Hello， 没有问题，这已经不是四手气了，快把你们家所有的奖项全部给抽完了，这应该是最后一个。帮我们猜猜看是哪一个哦，我赌是这个，我赌我的职业生涯。如果不是这个的话，我两天不拍影片。我好像也常常干这种事哦。哒哒，应该是衣服对不对？增加两格生命力，感觉起来不错哎。哇，我的血变多了，增加两格的意思应该就是一颗星，因为半颗星算一格。好啦，我把所有的奖项全部抽完了，可是好像没有成就哎。Whatever， 那至少我们已经有全身装备，那我们可以去把我们的麦梗拿去换一点东西，然后咦，呜呜。无题无题双满天，不对，哎哦，跑去下面了，他跑去吃苹果回来啦。这个苹果是他的，不能够随便乱吃别人家苹果。然后我要再去吃一点蛋糕，可是我好像也在吃别人家蛋糕哈，而且我已经快吃完了。好，我们去换一点麦梗，把麦梗拿去换，是要找哪一个人呢？是找你吗？是找你是不是？对，杂货商。然后换一点剑，我们有一组剑，然后一组火把，我不知道够不够哎、欸，但是我们就这样子去冒险吧。好的，我们已经获得全身上下所有的装备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叫做什么地方？下水道，对，我们要去下水道。下水道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这个地方，但是我们的马儿应该没有办法陪我们进来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去下水道哦。Hello。是要跟下水道守卫讲吗？你好，我要到下水道里面。我想进下水道。你可以给我钥匙吗？是的，麻烦你通融一下吧。我发现他离开岗位嘞，把你再推进去一点点。可是下面危机四伏，错综复杂。我有地图，我有地图。我要进去找羊。你不觉得羊在地底下会更危险吗？哎呀，苹果居然……等一下，跟苹果什么关系？你想吃苹果吗？所以是我要帮你带来苹果，可是我身上没有苹果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他想吃苹果。好，我们去帮他找苹果来哦。哎呦，真的是很龟毛哎。走，这里是不是苹果？应该就是刚刚哦。所以你是想要提醒我说这里有卖苹果吗？哎呦，是这样子哦。而且苹果刚好两乳蛇哎。好吧，我们就只好拿我们赎来拿来本来想拿来赎羊的钱拿去买苹果喽。那我们有了苹果带给下水道守卫，他应该会让我们进去对吧？一定要让我们进去吧，不让我们进去的话还玩什么？那苹果来了，想吃苹果吗？看你有心，看在苹果的份上，我就特别通融吧。我找到一只羊就会赶快抓，所以只有一只羊在里面哦。我刚刚想说你怎么自己穿过门的、啊、祝你好运。我可以理解为什么陆克那么喜欢这陆克哦，陆克是死亡笔记本那个陆克。好的，下面是很危险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个机关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是得到什么状态吗？为什么踩了这个之后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？好，总而言之我们来到了奇怪的地方，然后这个是下水道的门，里面好暗哦，看起来需要很多照明设备，我刚刚好有，然后我还有地图，那我们放这样子好了，工也放在这里，牧羊杖放最后。好，我们这是 B1 是不是？插个火把，好恶心。我们来看一下地图，这个是哪里啊？我们进来的门是在右下角对不对？所以进来走左边是死路，地图上是这么写的哦。有海绵呢。好，我来看一下哦，这边是死路，然后过来之后会来到一个交叉路口，是这里面会有怪物吗？我开始有点害怕了。这里是交、啊，怎么有人在这里啊？而且这是什么？
奇怪的东西。嗨，你好，长老。啊，你个不吉利不吉玻璃，这里怎么会有个人啊？哦，嘘，太大声了，把鱼都给吓跑了。你根本没有在钓好吗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有看到羊在附近吗？这个长老在这里，他把自己的女儿放在这里，这恐怕凶多。你是把他给吃了是不是？那他跑去哪里呢？哎，快说，年轻人放弃吧，不要丢留于此了。什么东西？我要找到我的羊。哎呦，所以你就只讲到这里而已吗？好，来看一下。我们现在过来是在左边，前面好像还有路欸。我们去前面看一下，这里面是可以进去是不是啊？我看那个地图上面写说这里面有路。嘿，可以上去吗？上不去，可是上面好像有路的说，那这里是死路，上面写的。可是前面有一个红红的标志，我不知道那红红的标志是什么欸。过去看一下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跟我的地图上面写的是不一样的？过来右转，哦，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那边是一块小路，然后前面是死路。好的，所以那个红红的标志是在里面。什么东西红的、啊？奇怪的地方。好，看样子我们现在只能往这个地方走。我们是要去蓝蓝的地方吗？还是要去哪里啊？直走右转，直走右转到底。OK， 我们现在直走右转到底，我们到下一个红红的地方，先插个火把好了。直走右转到底，直走右转到底，我们要跟着地图走。这里面感觉起来真的很复杂，而且这边又有一条路，这是哪里啊？直走右转的话会遇到，对，会遇到一个小岔路口，就是在我现在准心的地方。我们现在位置差不多在这里，所以直走左转，直走左转。好，这边有一个门欸，上面有写字，我想过去看一下。上面写了 C1 close， 这是闸门的意思吗？直走左转，这边会有一个红红的标志。我先来确认一下那红红的标志是什么，好像要进到直走左转，进到这个水里面是不是？我看上面是这样子写的。我们进到这个水里面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，还是那个红红的意思就是指？哎，等等，这个红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来到了一个死路哦，所以是堵起来的意思吗？好的，所以进来这边是堵起来的，那我们出来继续走，我们去蓝色的地方好了。我们还有一个蓝色的地方可以去，好难跳上去哦。哎呦，跳上来了，蓝色是这里是不是？好像是哦，我们再看一下地图哦。蓝色直走到底，右转，直走到底右转。直走到底，这边感觉起来有点不一样哦。看到奇怪的东西了，上面写 C4 是炸弹的意思吗？蓝色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好酷哦！这个是发条吗？一直点它吗？哦，我懂了。蓝色是水的意思，哦，所以我可以进去吗？不行，它是闸门。那我打开它干嘛？我打开闸门了，然后进来这里。哦，我可以下去吗？不行，它有水流下去了欸。OK， 为什么我要打开闸门啊？我是做了什么好事还是坏事吗？我打开了闸门，然后这里其实都还蛮亮的哦。然后这里是 C1， 那就是对面啦。所以闸门是流到 B2， 让 B2 那边有水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哪一个地方？我看一下哦。进来之后，我们进去这里面看一下好了，我们没有进去看过。把每个小角落都探索一遍，也许羊羊就在什么？前面有生物，那是坏人吗？那个是 TNT 吗？这是什么？哎呦，是怪物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拉满弓！我听豹门讲说，拉满弓的话伤害比较高。我可以拿我的荒鹰剑吗？它会爆炸吗？哎呦，哦哦，它会放炸药，而且还会炸到自己。去吃炸药啦！
也太可爱了吧！他的名字是那个TNT 的名字。嘿，哎呦，我的武器快坏了，不行不行，给我到后面。哎小，其实只要拉开距离的话，他的血也太厚了吧！而且我抽奖到了神器，快要坏掉了，这样子是不是有点糟糕？我好好的一把剑，等一下你也太强了吧！哎呦，他好像掉了什么东西，我拿到了 C2 钥匙。哦，钥匙在哪里啊？怀表在这里，有钥匙，可是我没有看到 C2 这个闸门的地方。然后我的黄金剑要坏掉了啦，太烂了吧！我身上的武器好像只剩下这个牧羊杖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要拿牧羊杖打怪，是吗？那我们进来这个地方之后，这里好像确认一下是不是没东西了。对，好像没有东西哦。看上面是死路，所以我把我的这个火把回收啊，不能回收火把。对哦，对哦，我们的模式是没有办法回收东西的。好，所以我剩下39个，然后剑只剩下48支，后面还会不会有怪物啊？还有。有点紧张哎，好，我拿到 C2 的钥匙，可是他没有写说 C2 在哪，所以我要一个一个检查。这个是 C1 对不对？然后对面是 C4， 我们要去找到 C2 应该在前面的某个地方吧？留一个疑问句，我现在跑去哪里了？这里好像没有来过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没有转弯来过这个地方。我觉得 C2， 我的直觉 C2 在这里哦。插个火把。然后这边有荧光石亮亮的 C3 不是，我们要去 C2， 我们现在有 C1 C3 C4 就是没有 C2 在哪里？我们看一下哦，闸门，我们现在过来，这里有一个闸门，没有闸门啦，没有闸门叫 C2 啊。村长大人，我没有找到 C2 的闸门欸，啊，会不会是那里啊？还是那里？没有啊，那我要怎么去 C2？ 咦，这个是不对，然后这个也不对，没有 C2 的闸门哎。这样子我要怎么？哎，这里进得去吗？不可能跳两格高啊，不可能。咦，一个卡关，一个超级大卡关，直走左转。那个棕色应该是闸门的意思，我该怎么到楼下去啊？我应该要打开闸门才有办法进去啊，可是因为没有闸门可以进去。 Alright， 我觉得这集 episode 差不多该先到这了，我希望宝宝们喜欢这集 episode。 如果你知道怎么到 C2 的闸门的话，你可以到下方的评论告诉阿神我到底该怎么到下一个闸门去。希望宝宝们喜欢这集 episode， 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了在左下角有喜欢，在左上角有订阅学定频道，其实跟这种片动态我们至少要找回一只羊。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咯， 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